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四段。或有刹土下203首颂啊，总有203首颂，名无方大用分啊。这一分呢，这个经文很长啊，有203首啊，记诵啊。内容呢，说明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啊，这个要说十法界啊，利益了一切众生啊，这些四级啊，所以这个内容深广，可以说没有边际呀，啊，称为无边大用啊。这个作用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清凉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说出来了啊，有普贤德遍一切处，法界无限故啊！啊，略变十门呢，三昧也用啊。那我们先要把这个根本的普贤德啊，释出世间圣贤的教诲，离不开道德啊，离开道德了，就不是圣贤教诲了啊。道跟德，我们一定呢要有很清楚的概念啊。什么叫道啊？道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规律啊，决定没有一丝毫人为的，这是道啊。随顺大自然的规律，随顺大自然的运作，那就叫德啊。那么由此可知，德啊，道啊，就是我们的本性。你看看在中国传统教学里头啊，教小朋友这个同盟的教科书啊，古时候啊头一本书就是三字经啊。三字经前面八句24个字啊，那是中国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传给后人的道德啊。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啊，佛给我们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们想想，这个讲法不一样啊，意思像不像呢？佛说的清楚，说的透彻啊，这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教学时间长啊，他教学了49年了
孔老夫子一生教学只有五年呢、周游列国，没有人肯用他。回到家乡，68岁了。他老人家73岁走的。回去教学，73岁走了，只教了5年呢。5年这个教学，成绩影响太大了，被中国后人称为万世师表。我常说啊，孔子当年在世，做梦也没想到啊，有这么大的效果。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没有别的，他是本于道德啊，道德是人性啊，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大家，把人的人性啊唤醒了啊，凡夫把自己的真性迷失掉了啊，圣教没有别的，就是把你的本性唤醒唤起来啊。我们后世人讲良心呐，人都有个良心，性本善就是良心的，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啊，所以圣贤教育没别的，就是把每一个人的良心唤醒。良心是道，人人都有啊，就是佛家讲的佛性。德呢，就是良心起作用，那就是德。只要是真正的良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叫德。在《华严经》里面，以毗卢遮那如来代表道，以文殊普贤呢代表德。这个意思你就懂了。毗卢遮那佛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法则，文殊普贤呢随顺宇宙运行的规律法则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这称之为大德了。大德的作用啊，没有边际呀，所以叫无边大用啊。首先这一大段，这个总的题目你要搞清楚，要搞明白，然后你学起来就有味道了。前面我们看到，摄心为的菩萨，修学。是诸是行是回向是力的过程，这一段经文就是先说评里面所说的六说了后面呢就详细来讲解了这个六说，这个说法非常重要，让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大经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句话的意思你才能体会，你才能懂得那么这个在今日之下所谓的是真理明了这个和谐是大德了为什么呢？你的自信
是和谐的，宇宙本来是和谐的，啊，地球本来是和谐的。佛家讲法界，设法界确实是和谐的，决定不但没有冲突，没有对立。啊，现在是不是呢？现在还是。那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呢？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迷失了自信呐、啊，不是没有良心啊，是昧了良心啊。啊，虽然是昧着良心，那个昧是假的，可良心可是真的。啊，只要把他的烦恼习气除掉，他良心就现前了。啊，由此可知，良心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没有觉悟的人，特别是六道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不是良心做主啊。啊，什么做主呢？烦恼习气做主。啊，尤其是烦恼习气里面的自私自利是习气，贪嗔痴慢是烦恼，这才把事情搞坏了。啊，那么这个不善的因造成不善的果报。啊，这果报是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啊，所以佛、菩萨、古大德都给我们说得很明显，六道轮回是什么呢？悟梦啊，永嘉大师《正道过来》说得很好啊。迷的时候，糊涂的时候，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六趣就是六道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啊，醒过来之后才晓得那是一场梦，我们现在正在梦中，啊，那梦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把道德丧失掉。啊，这个东西本有的丧失掉了，迷了，迷惑了，迷得很深，迷得很重，迷的时间很长。中国在全世界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啊，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啊，三个都不存在了，中国还存在。啊，欧洲人呢，在二次大战之前，啊，就是20世纪之初，有许多学者曾经认真的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还存在？啊，他们得的结论，我很欢喜。啊，他们的结论是，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外国人不错啊。啊，真正的原因呢，确实是如此，他们能发现。这很了不起，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事实真相啊，了解得很透彻啊。啊，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他就迷了，他不迷，他不来投胎，那就是已经迷失自信了。可是迷失自信之后没关系，
如果有好好的教导，他会觉悟。啊，这个觉悟啊，不但是佛家讲开悟啊，儒也讲开悟，道也讲开悟。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啊，实实在在讲，离不开儒释道三家。啊，儒释道都重视，同盟养正。啊，那现在讲的是，啊，青少年的教育。啊，青少年来教的时候，给诸位说已经迟了。那中国古圣先贤从什么时候开始教？社会上有一句谚语说，教儿婴孩，教父出来啊，娶媳妇刚刚进门的时候就要开始教他出来，教儿婴孩呀，这外国人没有的啊。婴孩是什么时候？小孩出生，出生你就要教他。更负责任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叫他胎教啊。啊，在中国典型的胎教人物，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了啊。所以中国人这几千年来一般社会上称妻子称太太，你们知道太太从哪来的？就从周家来的。周文王的祖母太姜，他的母亲太任，他自己的夫人，你看生的圣人，吴王周公都圣人。他们家的时候，你看三代，太姜、太任、太姒，太太从这儿来的。啊，太太什么意思？圣人呐、啊，唯有圣人呢，才能养出圣人的小孩。啊，所以在五伦里面。这个是中国这个教学伦理道德教学的大根大本啊，最高的指导原则五千年不改变的啊，一直到民国初年，家家还是依教奉行。第一条，父子有亲。中国的教育的根就在这一句，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啊，这个亲爱是天性，绝不是人教的啊。小孩生下来，你看父母对他的爱护，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在这个三四个月你能看出来，你看他对父母那个神情，你能看出来爱。啊，四个月、四五个月最明显。啊，你就看天性、本性、本善。啊，那么中国的教育从这儿开始的，教育的目的。如何啊，让这种这个子女跟父母这种亲爱、啊、在一生当中永远保持不变，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叫孝道孝悌啊，啊，保持不变啊。
第二个目标呢，这个爱啊，天性的爱，把它发扬光大啊。你在家里面的时候，爱你的家族，爱你的邻里乡党，爱你的社会，爱你的民族，爱你的国家，爱一切人类，发扬光大了。然后你再晓得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育是个什么教育啊？爱的教育啊！啊，所以中国五千年，你看看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主动去侵略过别人，去打过外国人，没有。啊，战争都是防御的，没有在外国领土上做过战争。啊，这是外国人他看中国历史是非常羡慕啊，这是一个和平的、和睦的民族啊，没有侵略野心，没有占人家便宜的念头啊。在中国明朝时候，郑和下西洋啊，我们现在是看到外国人写的这些报告。说明郑和那个时候的舰队是世界第一，发现全世界啊，南面到南极洲啊，南北美都比外国人发现早100年到300年。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做殖民地啊？中国人没有这个念头，中国人知道什么？我们老家，我们的根，那地方不是我们的根，所以去访问都是交朋友，都是把中国文化传过去这个在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的呀。啊，所以今天在国际上啊，当然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一些人，不是多数人啊，在宣传呢中国威胁论。我在国际上做的很多啊，我就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威胁，没有威胁啊，你好好念念中国书，你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什么时候威胁过别人？中国将来以后也不会威胁世界，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它有根，它这个根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江主席提倡以德治国啊，胡主席接着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啊。今年4月，中国办了一个世界佛教论坛啊，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了，主题就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从心做起啊，里面的副标题：心静国土静，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这是我们这几年来啊，讲经常常说的，大会里面用的标语几乎都是我们讲经常讲的，我看了非常欢喜啊。那么我们讲话虽然不长，非常重要啊，从心开始，还是空洞的，谁的心啊？啊，所以我在上加了一个字，从我心开始，不是求别人啊，这都是老祖宗的教训，心有不得了，反求诸己。
啊，所以圣人的教育，他不是从别人做起，是从自己做起。啊，为什么孔子教学、释迦牟尼佛教学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从自己做起嘛，所以才能感动人呐。你能说不能行啊，不能感动人。啊，要能说能行。这个重要啊。啊，不可以不知道。啊，夫子所说的这句话他做到了。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没有一句他没做到。所以做到以后再说到，这圣人说到之后确实能做到，这贤人啊，圣人的学生说到做不到啊，叫骗人的，骗人总有一天被拆穿，拆穿之后就一文不值。这些都是真理啊，所以化解冲突啊，佛教给我们，佛教我们要放下见惑啊，见惑里面就有身见、边界，边界就是对立啊，这些年来啊，我参加这些特别是联合国的主导的和平会议啊，都在研究怎样化解冲突啊，化解冲突不在外面，在自己内心，首先把自己内心对人的对立，对事的对立，对物的对立，能够把它化解掉，我们自己身心就和谐了。身心和谐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呐！啊，我们心里头没有对立，没有疑虑，没有矛盾，哪里会有冲突呢？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调节国际上的纠纷呐，人家会相信你啊。啊，你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个工作，你去做，肯定做不成功。为什么？人家对你怀疑，这怀疑，你一切功效都等于零。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绝大多数这些真理是从经典上学来的啊，儒只讲个大纲，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讲得非常扼要，可是一看佛经呢，儒家的都懂了。为什么呢？佛经讲的详细啊，不厌其烦啊，而且还不断重复啊。那么这是佛家教学的特色，就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去复习啊。儒是用这个方法，但是老师教学的时候他不愿意讲第二遍第三遍，他不耐烦。释迦牟尼佛慈悲啊，对学生可以重复讲很多遍，不厌其烦，不像儒家所说的啊，这个举一隅不以三隅烦，孔老夫子都不愿意教你了，你太笨了啊。可是佛不是这样的，佛很慈悲，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肯学，一遍听不会再跟你说一遍，啊，两遍听不会，甚至于跟你讲十遍讲一百遍他不厌其烦。啊，这个孔子跟释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亲近之后感到释迦牟尼佛更可爱。啊，非常非常慈悲。那么无边大用呢，有普贤德遍一切实处。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普贤的德太大了。在华严经上把它归纳成十条。啊，可是这十条啊，往往一般人都着了文字相，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啊，第一条，礼敬诸佛，儒家也有这个意思。啊，礼记我们一打开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啊，你看说的这么简单，六个字啊，我们从这个六个字里面体会到孔子啊，体会到中国古代这些圣贤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存恭敬心。啊，可是圣人才做到，一般人做不到啊。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他就讲得非常具体。礼敬诸佛啊，礼是有礼貌啊，敬是真诚，哎，真诚恭敬呢叫礼敬啊。诸佛是谁呢？你要记住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祝福是一切众生啊，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佛，十方是讲的空间，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讲的时间，时间空间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祝福。这个话怎么讲法呢？说佛这个字是讲的法性的，啊，法性是什么呢？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本体能现能变的 啊，这个宇宙我们看到无量无边的星球、世界、生命、众生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说心现识变啊，华严也是法相唯识宗的六部大经里面的一部啊，
华严真的无所不包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真心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啊，精神物质都是它变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体啊，虽然这个变的次第它是有程序的，它一点都不乱，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自信是不生不灭它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了啊！你看这些形容词的时候就说明它超越时间它也超越空间啊，时间空间也是它变的，都不是认真的啊，这些事情很难得，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发现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这个诸位看周默生博士的报告你就晓得了啊，大概是六七年前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啊，科学家最新的发现啊，发现物质是无中生有，这都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那个无是什么呢，无是自信，因为自信不是物质，它能够变成物质啊，是在讲这个给近代科学家，像这个爱因斯坦他们认为物质不存在，宇宙之间只有什么东西在呢？啊，科学的名词叫场，他说只有场存在，啊，场是什么呢？场是能量，稀薄的状态之下，啊，这个能量是充遍了宇宙。能量要聚集就会变成物质啊，那么这个能量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啊，就像我们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佛经讲的发心呢？不是，这个能量就还是发心变的，发心不是能量什么人能见到发心？你看中国禅宗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科学家永远见不到心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方法错误了啊，发性是自然的，所以你要用自然的方法你才能见到啊，你要用思想，思想不自然，自然里面没有思想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了，你要想见到宇宙真相啊，怎么样呢？你要把执着放下，对于事出世间法了，不再执着了，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在佛法里讲，就称你做阿罗汉，
你对宇宙真相啊了解少分，虽然是少分，它是正确的。那个正确的作用啊，哦，已经非常可观了。啊，然后你再下放下分别，那你就见到多分了。最后去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你就见到了全体。啊，换一句话说，你有无量无边的智慧，你有无量无边的能力，你有无量无边的福报，统统现前了。啊，那么那个世界就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净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在哪里呢？就在现前。你肯放下，它就现前；你不肯放下，一真法界被扭曲了啊，变成六道啊。六道是一真法界的变形呢。啊，为什么会变呢？妄想、分别、执着把它改变了。啊，这个变形。是佛的比喻，不是真的。如果一真法界真的会变了，那就不叫一真了，那也是虚妄的了。啊，所以变形不是真的变形。啊，自己的真性没有变，外面境界也没有变。啊，看走样子了，是你眼花了。这个道理很深啊，这是修行最重要的枢纽啊，不能不知道啊。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只要跟这个原则相应，你就是正法。与这个原则不相应呢，就偏了，就邪了。啊，那古人讲叫盲修瞎练呐。啊，念佛你要是守住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原则，你很容易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原则，完全违背了，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心里还是乱糟糟的，不得受用啊。啊，那么这个原理原则华严讲的透彻啊。啊，首先我们要肯定，要认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我们对一切众生真诚恭敬心呢，自然就生起来了。哎，你认识他了，他不认识你啊。他在迷，你在悟啊。悟的人会尊重迷惑的人，迷惑的人不尊重觉悟的人，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你也不会怪他，啊，他迷惑颠倒嘛。所以此地讲的祝福，用我们现代化来讲，不但包括一切动物。还包括植物，不但包括植物，还包括矿物，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啊，为什么呢？通通是法性变的，法性是佛嘛。
他变的哪里不是佛呢？啊，发现本来具足见闻觉知，本来具有色声香味，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这是法性的。虽然它不是精神，不是物质，见闻觉知是精神，色声香味是物质。它为什么会变物质？为什么会变成精神？它本来有这个东西啊，啊，它在没有变化的时候，连痕迹你都看不到。啊，所以唯识讲阿赖耶识，讲四分呢。这个四分，这么多年来，我们初学的时候都是迷迷糊糊的。啊，照本宣科啊，啊，古人的注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去讲啊，意思不同。啊，到什么时候我才真懂呢？读华严的时候是真明白了，恍然大悟啊！啊，四分里面，自证分就是本体，就是发现。啊，正自证分呢是智慧，我们一般讲觉性。啊，在佛法叫什么？叫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是很重要啊！啊，所以它成为祝福啊！啊，泥沙、石头都是祝福啊！为什么呢？它有佛性，它有见闻觉知，这个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所以非常难得了。这个日本江本博士啊，在水试验里面呢，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水是矿物。我在日本开会啊，到东京呢去访问，参观他的实验室啊，他给我做出很详细的报告。做了几十万次的试验，确确实实证明水它会看文字啊！你看我们很多外国文字不懂啊，它水都懂，不管哪一国的文字啊，你啊它都知道啊，水会听啊，我们听各种语言，以至于要翻译听不懂，它什么都听懂，什么言语都能听得懂，怪死。啊，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我们有个善念对待他啊，善的言语他听到之后反应呢，变现那个捷径呢非常之美啊，所以他做这个十年试验下来，他告诉我所有捷径里的图案最美的就是爱跟感谢，他告诉我爱跟感恩呢，是宇宙核心的。我告诉他一点都不错，是真的。你看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学，父子有亲，亲爱啊，那就是江本博士从实验当中宇宙的核心找到了啊，中国五千年就懂得了。所以精神里面有，所有一切物质里头也有啊。我告诉江本博士，水里头有见闻觉知，泥沙也有见闻觉知，石头也有见闻觉知，你好好的做实验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的时候把这个理搞清楚了，
希望你在世上的时候呢，做出证明。啊，那么就这个诸佛包括的范围大了。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礼记，去礼乐无不尽。夫子只是这样说，但是后来他的学生注解呢，范围没有佛家这么大了。啊，佛法这个礼敬诸佛是注太大了，为什么呢？普贤菩萨是个明心见性的人，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赞叹普贤菩萨的，所以普贤菩萨的礼敬呢，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太大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祝福。啊，哪有不恭敬的道理？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对生活要恭敬，啊，那什么，生活要有规律，生活要与道德相应，啊，在中国讲的是伦理道德。啊，工作也如此，处事待人接物，通通要相应。啊，这个相应，中国古时候把这个相应定了十二个字，得了。啊，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中国人讲八德，八德有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我们把它合起来，重复的去掉十二个字。啊，这两个讲法都是古人讲的。第一个是孝悌忠信的礼义廉耻，第二种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两个合起来去掉重复的，就十二个字。啊，我们日常生活，从早晨起床、穿衣、吃饭，啊，能与这十二个字相应。啊，工作也相应，处事待人接物也相应。你是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啊！啊，这叫有德了。啊，这些东西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会讲的，是叫你落实在生活上。你通通都做到了。在华严经普贤菩萨十条头一个是礼敬，一切恭敬，啊，中国古人教人家慎独，啊，慎独一个人在自己卧室里头可不可以随便一点呢？不可以，随便就不恭敬了。啊，穿衣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啊，脱下来也要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恭敬。
啊，吃饭的时候，你看夫子所说的，席不正不坐，座位摆得不正不坐，一定要把它摆正。啊，餐具不但要干净，都要摆得整整齐齐。净嘛，对四净嘛，对五净嘛。啊，工作要认真。啊，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对工作恭敬，叫尽事啊，待人接物啊，无一不是真诚恭敬啊。头一条啊，过去普贤十愿我曾经详细讲过，每一条都是讲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时间到了，休息十分钟。